间在游戏中捕获，不是开始 Pokemon Trader 吧，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，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 Zygarde Charizard Flabberfang，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，设置你的 Trainer 吧，按下按钮来扫描到 Zestrat 在战斗中可能会有此外，如果存在强力的对手上吧 Mewtwo Kill him 战斗开始，第一回合超梦的斗争本能觉醒了，伊格尔德的形态改变了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，不到位，上方究极技能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，太过撑住啊，撑住啊，哇，第二回合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，超进化机会向联赛本部停下轮盘吧，超计划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，不到位，上板腿究极技能位，上板使用辅助攻击，打中要害了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，跳起，对手也很有能耐，最终回合旋转很好的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，很好，太棒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究极技能，哇，这个最大的力量被解放了，伊泽尔塔尔出现了，捕获机会，
这是图生存奖励，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厉害，是高级球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。哎，你待会会借我吗？我不要。对。好啊。那你怎么能超过我快呢？运动了一下。要去吗？不到了。如果遇到皮的魔了。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。带出神奇宝贝，这按下扫描在上吧。第一回合，一个耳朵的形态改变了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。我这七个变小了，停止轮盘。七个变小了，你不觉得吗？闪动要害了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。对手也很有能耐。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，很好的裁判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。五色机制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。要来了，究竟是什么？瞄准红色的数字吧。三个加五十，哎，三个加五十，哎，哇塞，他没有掉，哇塞！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半个。这个是四 G 博尔尼亚大出现大纪念，对，是四 G 大肌肉哎。这是蛊惑神奇宝贝的机会，生存奖励，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，是神奇宝贝球，我打死机器。啊，哎呀！
过呢。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。在游戏中捕获。开始 Pokemon 追他吧。来招招。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强劲的神奇宝贝。Zygarde。没有。Heracross。是真的。这里不是。差点就得因为我被。太丑。这太大。早如此此外，再上吧。一秒钟。六九。六九。战斗开始。第一回合。超梦的斗争本能觉醒了，基格尔德的形态改变了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释放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，你终于成功。不要害了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。究极技能，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，超进化机会，向联赛本部暂时停下轮船吧。成功，超进化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释放，上吧，机会究极技能，机会提升攻击力。搞定了，捕获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上吧，究极技能，超捕获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这巨大的力量被解放了。格尔尼亚斯出现了，机会，神奇神，神奇神，搞定了，捕获机会。
这是捕获神奇生存奖励。按下球体按钮，停止轮盘吧。票是超级球。虽然有点长，属下和你交换是用你的神奇宝贝交换对方的神奇宝贝吗？成功交换神奇宝贝了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。